现今智慧节能建筑已成为一种趋势，其内部自动化系统被视为最重要的核心关键。台达电子提出楼宇自动化系统的应用方案，拥有五项核心技术，成功广泛的运用于商业、办公及厂房等建筑中。首先介绍智慧节能空调系统，在系统中采用 DVP 系列的 PLC 控制冰水主机，透过类比输入输出模组的数值，控制交流马达驱动器对冰水泵、冷却水泵及冷却水塔的风扇，以变频的方式控制水泵、风扇的转速，达到暖通空调的动态平衡及最佳的节能效果。而智慧空气品质系统是经温湿度、二氧化碳感测器测量后，再由 POC 计算，适当混合外气和回风，调控室内温湿度、二氧化碳浓度，得到良好的空气品质，使人感受到最舒适的程度。至于人性化节能照明系统的控制，由 DVP 系列控制整个系统运作，不但可定时或依日照情况调节现场的灯光，还可依各楼层区域调整灯光情境。接着在电梯节能系统方面，透过变频器与主动式回声单元 AF1000 系列，有效地改善斜坡。它可以有别于传统的耗能刹车电阻，可将能量回声转换后重新回到室电，大幅降低用电成本，节能减碳。最后是节能整合监控系统，包含 DVP 系列、以太网络模组及人机界面。透过台达人机界面监控系统监控整栋大楼，在总部则可透过 SCADA 并借由网络监控全球各据点，随时掌控做最佳节能管理。台达电子提供最可靠、高效率且舒适的楼宇自动化解决方案，为环境保护尽一份心力，为能源永续持续努力。台达与您一起守护地球，创造美好生活。